我跟你们说哦，今天跟我一起玩游戏的人呢，可以拿到精美的周边。你只要跟我组队，就是你加我好友，跟我组队一起打游戏，然后只要我们吃鸡。只要我们吃鸡，你就可以截图我跟你组队，然后且获得吃鸡的那一个截图去私讯官方的 IG。所以你们如果下载好游戏的人，记得先加我好友。这叫做你毛长齐了没？所以我为了要让大家就是确定把把都可以吃鸡，我就真的call了我现役的职业选手来。不买别的，只想买不行，今天只能买通行证。今天我是非卖品了，不能这样。你看它有分这个 Plus 的跟普通的，如果这个 Plus 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就是提升到25等的通行证，就是你可以通行证直接升25等，特价1800、欸、其实这中间差了蛮多的，差了大概有2500吧。而且现在直接买这个 Royal Pass 的话，一等就有送这个专属套装，还有这个枪的造型，很赞欸。你看它会返还一些很多东西，还有这个币啊，返还很多币给你，任务破一破解一解，其实你又可以买下一次的通行证了。不是，他把他女朋友拉进来了，请问我该如何是好？喂，喂，有声音吗？哦，有。这次新的改版就是有技能分成三个元素代表：风元素、火元素跟冰元素。这一次直播的活动呢是浮石之王，有9个实况组，总共会分成3队，每3个实况组是1个元素。我跟沙梗还有阿森是火的元素，是灼热的元素。这一次更新的这个浮石系统，就是我不是有发一篇文吗？你们可以到 PUBGN 的粉专去帮我的阵营加油。这个呢，就是每一个人都要付出一点心力，然后去为每一个阵营添加一些分数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会有那个支持者的奖池。如果呢，我们成功吃鸡，这个元素的支持者奖池就会累积奖励。所以我们在挑战3次的过程当中，如果吃鸡的话，我们就会帮你们累积奖励，赶快去就是应援这一个活动。然后在他们的粉丝专页上面有，可以去看一下。因为我发现我的阵营好像没有人加油，是不是？另外一队这一队是风的元素，但是我这一队呢有 NL 夜雨跟龟狗，我觉得这一队的胜率并不高。然后另外这个冰是咪咪蛋香香跟 Creepy， 这一队呢看起来还行。知道吗？但是就是没有到顶尖，没有我们这一队这么顶尖。反正呢，支持的玩家中会抽出2个决定求生 M2021 的最新周边。进来之后，你就可以点选你要的浮石，极寒浮石，就是它可以用一个冰墙，一个墙挡住，就是你射不穿，可是可以射坏啊，但是要蛮多发的。散弹枪的话，至少要4发才可以射破这个墙。机动子弹就是会降低敌人的治疗效果，跟对火焰轮的伤害增加，就是这个，就他们都会有互克的效果。你们只要扫描我的 QR code 就可以下载咯。是风元素哦，风元素，我的是风元素。你在吵什么啊？讲这个吗？来吗？来吗？你们有人玩？你们觉得哪一个元素比较强啊？我觉得那个极寒浮石很好用哎、欸，这个浮石晶体。哦，这个浮石晶体捡起来之后呢，这边右下角拳头右下角，我们要利用浮石晶体才可以用技能。哦，这个就是他用的技能，这个冰墙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用技能。靠腰，我要躲在这个冰墙后面。我来看一下。欸，这跑好快哦！欸，敏胜来救我一下。欸，我跟你们说，今天如果撞墙，然后或者是同队的队友的话，就是截图起来，然后到绝地求生 M 的 IG， 然后就可以拿到周边。为什么会飘啊？哦！打他打他打他！他为什么要趴下？我减肥了。欢迎的蜘蛛，很贵。哎、欸！完了。前面3535，可爱可爱，我在龟，估计我们这把吃鸡你就可以获得更好的奖品了。我用这个，我现在用这个可以降低。
路狼哦，我来了。You can speak English. You can help me, number one. Can you help me, number one? Eat chicken. 啊！抱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杀你队友了，对不起啊，不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我怕被攻击，就可以盖一个墙，我可以把它盖在外面，它就进不来了。盖起来，哎，前面有人，前面有人。还有一台车，光了，光了。哦，刚还有一台车。Go go， 吃鸡吃鸡。哦 ，NK 啊！我操！左侧围墙。我操！就这，右侧，右侧，右侧。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！哇！他可以把自己的浮石晶体赠送给别人，正是这边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浮石晶体有多少钱。啊！没射到他啦，就直接被射掉了，好烦哦，气死了啦！东代，东代，我来杀你了。我没把他杀死，嗯，是那个吗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进来喽！我的屁股，来喽，来喽！里面有人，里面有人，里面有人。不行，金红，再不吃鸡我都不能关台了。好吧，吃鸡了也是不错。我只杀了五个。好啦，那记得大家去那个粉丝专页留言，然后也要记得帮他们的粉丝专页按赞。然后很多的最新的消息，其实他们都会公布在粉丝专页上面。新的更新，我个人是觉得是超好玩的。不管有没有吃鸡，我对不起你们啦。但是你们跟我在同队的，可以截图下来，然后去发官方私讯。太好玩了吧！有没有下载？有没有去粉专帮我的阵营加油啊？哎，不要再装可爱了啦，就不会装可爱。